一辆撞变形的囚车躺在山谷中，囚犯们踢开车门救出受伤的同伴，突然砰的巨响，囚车爆炸，吓得他们跌倒在地。一个犯人高兴地呼喊，我们自由了，赶紧跑吧。大家纷纷反应过来，有人选择逃跑，有人选择留下，还有人去搀扶受伤的狱警。眼看着场面混乱，受伤的狱警掏出手枪对天一鸣，谁跑就打死谁，大家很快就能出狱了，现在逃走不划算。犯人听到枪声，吓得赶紧折返回来。这时一群犯人本来是要被带去山下医院体检的，可是由于天气不好，山路上到处都是浓雾，囚车撞上迎面而来的拖拉机，滚落山崖，发生车祸，三名狱警和一名犯人死亡，方队长骨折，刘队长几经昏迷，但是他还是忍着疼痛清点了人数。这些囚犯中有受贿行贿的，有小偷小摸的，有过失杀人的，有犯重婚罪的。万水来曾经是医生，他检查了刘队长的身体，说需要赶紧送医院救治，看到很多人也是受了伤，方队长决定先去医院，他点名让即将出狱的鲁康做组长，必要时来领导大家，并且告诫大家一定不能逃跑，只要回去就算立功，还会减刑。大多数人都听进去了，只有罗占军盘算着逃跑，他曾经的伙计李强只好看着他。在鲁康的指挥下，大家用树枝做了简易的担架，抬着昏迷的刘队长，搀着骨折的方队长，一行人出发了。山路不好走，一路盘山，终于爬上了公路。目前去医院看病才最重要，他们决定拦一辆过路车来帮忙。很快一辆货车从远处赶来，看到一群光头囚犯在招手，司机根本不敢停车，踩着油门就溜走了。第二辆车更夸张，还没到跟前就调准车头也溜了。大家很沮丧，只能坐在地上商量办法。范家俊说，大家必须把衣服脱掉，不然没人敢停下来。鲁康做出安排，让申一清、孔国芳和司机搭讪，不一会儿终于等来一辆车。戴着眼镜、外表文质彬彬的孔国芳上去和司机说话，司机同意载他们一程。躲在旁边的犯人们听到后赶紧都上了车，司机这才看到是一群犯人，吓得一溜烟跑下山去，车也不要了。等安排好刘队长和方队长，犯人们发现司机跑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无奈只好下车，因为唯一会开车的犯人也受了伤。坐车去医院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，不停地走路，外加早上没吃饭，大家感到体力不支，人心浮动。范家俊忍不住又鼓动狱友，不如一起逃吧。鲁康赶紧摇醒了刘队长，让他鸣枪警戒，涣散的人心重新聚在了一起，接着开始行走，实在是又累又饿。正在这时，远处出现一个小饭馆，大家都高兴。范家俊的话像冷水泼过来，身上没钱，还是犯人，谁会做饭给他们吃呢？鲁康再次安排，申一清负责忽悠饭店老板，申一清不愿意，曾经是诈骗犯的他早就决心洗心革面，不再骗人。有人劝他特殊时期特殊手段，申一清想了想只好同意了。到了小饭馆，申一清拿出领导派头，说自己是搞旅游开发的，如果饭做得好吃，他会牵线搭桥让老板投资这里。老板娘看到申一清免方二阔，以为他真是个有钱人，赶紧去厨房做饭。申一清环顾四周，发现屋里有电话，就想给监狱打电话，老板娘却告诉他电话坏了。正在这时，由于内脏受损，申一清的鼻子嘴角冒出一行血来，觉得不对劲的老板娘质问他是干什么的。这时其他犯人也都走了进来，原来是想骗吃骗喝。面对一群犯人，泼辣的老板娘并不害怕，她扔出菜刀说不给钱就不让吃饭。鲁康想到犯重婚罪的万水来善于和女人打交道，就让他来沟通，可老板娘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还羞辱了万水来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差点打了起来。正说话的功夫，犯人里一对兄弟看见了锁着的柜子，手痒的弟弟想去偷钱，哥哥拦住了他，不想让弟弟重蹈覆辙，一个人悄悄地溜过去偷出钱给了每个犯人。老板娘并不知道钱被偷了，只知道给钱就做生意，接着去厨房做饭。此时迟迟没有接到犯人的医院，给监狱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，局长发现不对劲，赶紧调集警力出去寻找。
这边补充了体力的方队长向老板娘求助，因为证件丢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，只好作罢。大家吃饱饭重新上路，老板娘终于发现柜子里的钱不见了，她立刻追上去要钱。一群男人怎么会怕一个女人，几下就把老板娘绑在路边。老板娘气得又踢又骂，偷钱的杨木走过来，他愧疚地表示钱是他偷的，说囚车出了车祸，想去医院看病，没人帮助他们，大家又没吃饭，只好出此下策。为了证明自己以后会还钱，杨木拿一根树枝狠狠扎下左手，老板娘露出震惊的表情。刚好这时饭馆伙计过来给他解绑，老板娘觉得这群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坏，就让伙计把店里的板车拉过来。他追上这群犯人，指着一条小路说这里通往医院，犯人有些不相信，老板娘表示他可以给他们带路。这时申一清又吐血了，大家赶紧把他抬上板车，一行人继续行走。路上老板娘和犯人闲聊，问他们以前是做什么职业，发现他们并非十恶不赦，也真心想改过自新，只是世人戴着有色眼睛，没人相信他们。突然一直盘算逃跑的罗占军逮着机会向山下跑去，李强赶紧追了过去，其他人以为二人都逃跑了，因为着急去医院只好放弃追寻。终于到达目的地，原来这家是一家疗养院，楼上的护士们看到一群犯人吓得不敢开门，老板娘好说歹说终于被允许带着申一清去找院长。申一清说明了事情的经过，并拿出监狱奖励他的毛巾来证明自己。看着半信半疑的院长，急性子的老板娘跪了下来，求他赶紧救人。院长终于同意放人进来，护士们给他们包扎伤口，楼上的退伍老兵也来帮忙，刘队长需要输血。范家俊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，可是抽好血后疗养院停电了，申一清又自告奋勇地去修电路，杨某陪他打下手。很快医院恢复正常，刘队长脱离危险，方队长也恢复了意识。不久警察来到了疗养院，方队长对局长汇报了工作情况。这时罗占军和李强也来了，原来是李强劝服了罗占军。整整14个犯人，除了申一清离世，其余13人无一逃亡。他们终于回到了监狱，也受到了奖励或者减刑。这部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讲述了发生在90年代关于劳改犯的故事。这14个犯人来自各行各业，有的还是社会中的优秀人才，因为各种原因成为阶下囚。那个年代劳改犯这个词让人闻之色变，所以车祸发生后几乎没有人愿意提供帮助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出狱后的人无论交友、学习、工作，很多方面也都会受到影响，比如不屑、鄙视、不信任，这些世人的眼光让他们感到自卑和压力，甚至会自暴自弃，再次走向犯罪。但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既然真心悔过，世人应当多一些包容，毕竟活着是每个人的权利。